今天是4月12号，再次来到了尺八镇灵堂村楼歪歪这里了解事情。围观的人群还是很多，可以看见已经开始搬东西了，一些柜子和床垫已经在陆续搬出来，这个楼房里面可以用的家具会全部搬出来，然后就开始拆除大门和其他可拆的门窗和护栏。明天如果天晴的话，可能就进行整体拆除了，往红楼歪歪。